因为我们是骗他说只有几天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原本说哎大概三五天 OK， 然后剧情反正就是一个警察官，对，我说 OK OK， 然后就哎看剧本哎后面好像场次有点多哎。修杰楷被骗来拍华灯，三天变三个月，林心如狂道歉。每次问华灯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就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问到什么时候啊，可是不能讲，就仿得跟没仿一样。你也知道，《华灯初上》第三季终于将在3月18日上线，修杰楷饰演的葛俭暗黑真面目也即将揭晓。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斯文败类，就是很败类的那种。但是其实 我一开始看到剧本的时候，我以为真的是一个，对，后来看到哇哇哇哇，对，就觉得很过瘾，仿得跟没仿一样。上贼船的意思是，原来戏到第三季的时候这么远，原本以为只要去串个3天5天，结果也差不多跟他们一起杀青，从开拍从前面拍警局，然后到后面，对，就哇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不会不会，真的觉得就很棒。因为我们是骗他说只有几天，对对对，就是原本说哎大概三五天 OK， 然后剧情反正就是一个警察官，对，我说 OK OK， 然后就哎看剧本哎后面好像场次有点多哎，好像怎么还没杀青，就已经过了3个多月，对，对，我觉得那个谁也是啊，那个瑞嘉，最强，瑞嘉也是从最后一开拍第一跟最后，对，第一跟最后。开拍，然后一开始有瑞嘉，我记得他是到杀青，又拍了一次。你是把人家当洗尸团的，杀青叫人家来一下，然后杀青又叫人家来，好运气啊，好运的是。那百合在床底下哭跟你有关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嗯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他在床底下，我不知道他在床底下哭。戏外不要让他床底下哭就好了。我觉得观众很厉害，就是那个预告，我自己定格看，我怎么看都，对，怎么会看得出来是男男的？看不出来，女生也可以戴上手表啊。就我觉得，他们有猜到是谁跟谁？他们猜是我们俩。对啊，为什么这么对啊？这么猜得到？为什么大家都比对他们戴的手表？有可能是我跟陈哥啊，对啊，也可能我瞎打啊，对啊，有可能瞎打啊，对啊，还是局长，局长，局长，反正你们都一条线啊，可以对，可以哦，我觉得区哥可以，区哥你可以，难怪今天区哥你好不礼貌。那谢欣怡对戏还是在男男床戏的时候对戏，哪个比较害羞？反正床戏又不一定是我，对啊，我想套我爸，差一点被你套出来了，还好我机灵。没有，就我们还没有到要论及婚嫁，对，就因为也才一年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稳定蛮好的，我不一定要结婚，就是顺其自然。我不是拒绝他，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是一起吃饭，然后我已经在拍华灯了嘛，他说你怎么不找我演，我说、哦、我不知道你演戏啊，因为我想他没有什么在演戏，对，我知道他有演戏啊，但是我说我不知道他会想要演戏，所以就也没有想到你这样子。